给大家讲几句话喽。Mentor Mike，Hello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Mike，Yeah，Mike，Yeah，你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，可以吗？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哦白天啊，现在，Yeah，So 是 great，Yeah。，I guess go run. This is not a virtual background 啊，这个背景可不是虚拟背景，这是真实的背景啊。I can turn around. Yeah, yes. This is real. Okay. So Right. Joey,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you right quickly here. And you are the first student I've ever educated with such a young age, but with such great improvement. We have just had two classes. We didn't even say one Chinese. 我们已经上过好几次课了，我们一句中文都没有说过，偶尔的一两句中文，还是因为你的电脑密码的问题，跟讲课无关啊。你是我见过的年龄最小、悟性最强，而且整个英文、整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孩子，让我觉得你的潜力无限。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计算机科学呢？为什么要学 computer science 呢？computer science 有这么一个特点啊，它是未来的通往时间自由的阶梯。时间自由非常重要啊！什么叫时间自由？同样一件事情，别人可能要做1个小时，你只要做1秒钟，一点都不夸张啊。一个好的有技术人和没有技术人办事效率不是差10倍，是差100倍甚至1000倍。为什么比尔盖茨说我宁可多花几十倍的钱雇一个好的开发人员？因为他的效率会超过一般人的上千上万倍。OK，你将来不一定从事编程行业，但是你有这个技能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管学什么事情，都会非常快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你如果代码写得好，你不会因为粗心犯任何一个错误。因为写代码的时候，一个符号、一个逗号、一个括号都不可能丢掉，因为如果丢掉，电脑会提醒你，程序不会执行。所以，当你养成好习惯，很轻松的可以把代码跑通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超过了至少99.99%的人，而且在你的年龄段起步是非常好。所以，目前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各个行业做得非常好的人，他们有一个特点，从小接触编程，而你是接触得非常好。在编程行业里面，90%人编程的规范都很差。我们从第一节课开始就按照规范来做，你的规范做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为你的预期是，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，保证规范基础上不断的进步，保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来会比较快。OK，我期待你的优异表现。后来我会带你做一些企业级标准的项目，你会很小年龄就会做出来非常棒的项目，你自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OK，我希望不是靠毅力来推动你来学习计算机科学，我希望你是拿成就感，一步一步非常乐在其中的学，这样才能学出好的成绩。OK，好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？很少跟你说这么多中文啊，不好意思啊。You're gonna make it. Okay. Thank you.